君碧霞经常在社交网分享靓相，呢日佢去到一片太阳花田影相，佢话呢度嘅太阳花有唔同品种，好大好靓。Irene 早前同确诊新型肺炎嘅施康桥同日录影节目，事后佢都去做咗检测 ，negative 嘅，冇事，大家放心。所以系嘅，好多谢好多朋友关心啦，咁而家知道冇事都安心。Irene 下个月就要到内地工作，要同家人分开一段时间啦。今次可能要两个月啊，因为啱啱又切咗部电影啦，咁同埋有好多广告啊、event 啊，咁所以就今次留嘅时间比较长啲。系会唔会点样到时同屋企人保持联络咁啊？其实都会 keep 住啊，系啊，可能会视频啦。咁其實因為呢段時間都好多時間陪佢哋啦。今年再推出寫真集嘅 Irene， 之前都去咗好靚嘅地方拍攝。今次嘅寫真集咧，其實去咗塞班島啦，咁係一個好靚嘅海邊嘅地方。嗰度啲水咧係好清好清，好似馬爾代夫咁。同埋最主要今次有好多謝有好多villa 又有 sponsor 我哋啊，好靚嘅遊艇 sponsor 我哋啊。